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尤其是台湾的事情比较重要，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讲讲台湾的事情。首先恭喜赖清德成为台湾新一届的民选总统。上一届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女士呢，既没有耍赖说投票不公平，赖在总统府不走，而且还将权力顺利地移交给了新一届的总统赖清德，他就拎着两只猫就这样走出了总统府，实在是让人感叹万千啊。有去买电器了吗？搬家用的电器买了吗？OK， 台湾的赖清德总统上任呢，中国又跑到台湾周边搞了军事演习，喊出的口号杀气腾腾，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演习呢很有趣的是完全没有进行实弹的射击，只是把船开在那附近，台湾附近转了那么几圈，而且呢，中国的飞机还被台湾的雷达锁定了。最有趣的是5月24日呢，浙江海事局发布消息称，中国的拖船联合启瑞号在东海沉没。官方虽然没有透露沉船的原因，但是呢，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猜测和讨论。因为这艘船呢是中国军方的一艘船啊，超过4000吨，平时主要就承担的军事作用啊。那么这艘船是不是在这次军事演习中也承担了责任呢？也有任务呢？突然的在东海沉没是什么原因呢？是被台湾的鱼雷击沉的呢？还是因为制造的质量太差了，开在海里面自己散架了？而且这种4000吨的这种大船突然之间就消失沉了，那么有没有人员伤亡？这一切全部都是未知。但是很明显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这次本来想通过军事演习去震慑台湾，结果连自己的一艘船莫名其妙就沉在了海底，这个是不是偷鸡不成倒折了一把米呀？ Anyway， 与此同时呢，中国军队还在柬埔寨和柬埔寨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这个军事演习呢规模很小，就2艘军舰，但是在这次演习之中呢，我认为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事件，那就是在这次演习之中呢，中国军方弄出了几条智能人工狗在战场上，而且呢，还给这个人工智能的狗呢，装了机关枪，装了攻击性的武器。这个所谓的智能机器狗呢，并不是中国原创的啊，它是来自于美国的波士顿动力公司，因为这个波士顿动力公司呢，他怀着造福全人类的美好愿望呢，将他这个机器狗的程序是开源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网上下载。因为开源他这个软件呢，他们波士顿公司还发表了一个声明，不能将武器捆绑在机器狗的上面，不能用在战争。不能把他们创造的这个软件做成的机器狗使用于战争用途。但是中国呢，不仅把这种机器狗用作了战争用途，甚至还装上了攻击性的武器，参加了军事演习。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这个世界有两种人啊，一种是遵守契约、守规则的人，而另一种就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不遵守契约、不守规则的，所以说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如何面对中国人，如何面对中国这种没有底线的、不遵守任何契约承诺、不守任何规则的这个族群来说，这个国家来说，如何面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Anyway， 中国政府呢还宣布对台湾的几位媒体的名嘴实施制裁，
包括对他们的家人实施制裁，什么不准去中国呀，不允许在中国经商赚钱等等。这些我们都很熟悉啊，就是中国的连坐。首先，这些媒体的名嘴本身并没有违法或者犯罪啊，即使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说也没有违法，而中国政府就堂而皇之地对他们进行惩罚，这就很中国，甚至呢还对他们的家人进行惩罚，这就是中国王朝普遍的逻辑，连坐，一人惹祸全家遭殃。这不是现代的法律，这就是中国王朝的王法。中国王朝的王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王在法之上，你犯不犯法呢，全凭我这个皇帝这个王的感觉，得罪了我王呢就大祸临头，可以定你的罪。至于按照哪个法律条款并不重要，甚至可以随时为你量身定做一个法律条款来对你进行惩罚，所谓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连坐就更可怕了，连你的父母妻儿叔叔伯伯阿姨小姨子小舅子都要倒霉，这也是中原王朝几千年来的所谓的黑暗法则。遇到皇帝高兴呢，你全家鸡犬升天；遇到皇帝不高兴呢，全家杀头，粤语叫做很尬惨。 Anyway， 而就在此时此刻，大量的台湾人正聚集在台湾的立法会外面，他们在抗议台湾的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议会里面是多数党，要强行通过一些法律条款。这个抗议呢已经持续好几天了，从最初的几百人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几万人上街来抗议了。民众的抗议呢，立法会的议员呢也同样的没有闲着了，前几天立法会里面也是闹成一团，甚至开始打起来了。台湾的立法会，台湾的民主不好，你看台湾的议员们经常在立法会里面对骂甚至打起来，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民主吗？台湾的民主是假的，不好的，等等等等。这些言论呢在中文圈里面是很多很多的，而且很明显呢有很多所谓的大 V 在带节奏，但是林立希从来不扣帽子啊，我不愿意给谁扣帽子，我也不提这些是谁。那么我今天呢给大家好好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台湾的立法会经常打架。实际上议会里面打架在民主国家并不是一个稀罕事情，是一个正常现象。比如说在乌克兰战争之前的乌克兰，议会里面打架是一个常态，甚至基辅的市长是选了一个拳王出来，就是因为他在议会里面能打。而乌克兰今天被俄罗斯入侵，而且今天还在战争之中，就和此息息相关。什么是国家呢？现在的国家是具有高度认同相同的价值观和文化的人民依据契约组建保护自己的组织。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并不认同同样的价值观，不认同同样的文化，也不认同契约的话，那么他们就不能组建一个国家。那么这样的国家就组建不起来，组建不起来，他们的代表自然就会打架，他们的人民也会分裂。正如像美国的南北战争，乌克兰的议会打架，台湾的议会打架一样的。正如美国有一个邻居叫哥斯达黎加，他们多次通过全民公投啊，甚至通过率高达95%，要加入美国，但是美国并不认同他们。所以说现代国家组建的条件，首先大家都要有高度认同的价值观、文化体系、规则体系，而且大家都要有契约精神的人才能组建同一个国家。台湾呢现在大致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中国人，一类是台湾人。台湾的中国人呢，他们认同的价值与文化是中华民族，马英九这种，他们的认同更多来自于认同中国
他们只不过是暂时居住在台湾的这个地方而已。所谓的落叶归根，他们的根在中国。而台湾人的价值和文化就是台湾，福尔摩沙就是他们的根。中国嘛，只是和韩国、日本、香港、美国一样，是他们的一个伙伴邻居而已。这就是台湾的身份认同，台湾的共识，台湾的价值所在。实际上台湾的情况和乌克兰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也是为什么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国也会不会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样对台湾发动战争。相似之处是在哪里呢？我给大家讲一讲。第一个呢，乌克兰在被苏联统治之后，大批的俄国人成为了既得利益阶层，成为社会的主流和统治阶层。第二个呢，俄国的产业、生活方式、思想和文化成为乌克兰的主要社会价值。第三个呢，乌克兰本身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边缘化。第四个呢，殖民统治者占领了大量的主要的社会资源，形成了路径依赖，乌克兰的工作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就像台湾的军工教一样啊，都是来自于中国的统治者，国民党的统治者，而台湾的本土被边缘化了。这里呢，零零七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台湾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就是台湾曾经发生过改祖籍的现象，改族谱的现象。在国民党进入台湾之后呢，很多台湾人根据自己的姓氏啊，甚至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汉人的姓氏，他们以前就不是汉人的姓氏的哦，以前有很多取名是日本的姓氏的，或者是荷兰语的、葡萄牙语的姓氏。比如说著名的歌星张惠妹，她的家族本是台湾的土著，她的名字叫做库里拉艾米提，大概这样，我读的不是很准啊。但是因为统治者换成了国民党，换成了所谓的中国人之后呢，他们为了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呢，就取了中文的名，甚至呢把他们的祖籍族谱都改了，后来就改成了，全部都改成了汉语的姓氏了，改成中国人的姓氏了。改成这个姓氏之后呢，将自己的姓和中国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出现了大量的改族谱的现象。比如说姓李就说自己是李白的后人，姓吕呢就是我是吕洞宾的后人。这就是历史上出现了大批量的改姓的现象，改族谱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成为中国人，只有成为所谓的跟国民党他们一样的人，才被国民党这种殖民统治所接受。所以说大家不仅必须把自己的姓名改成中国式的姓名，还要把自己的族谱改成中国的族谱，和中国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这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所谓的文化改造、历史改造、教育改造之中的一部分。历史走到今天，通过这30多年和中国的大量的接触，反而台湾本土的认同感、台湾的本土意识却越来越强烈了。反感中国，反感中国的文化，反感中国的价值观，反感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在台湾社会就形成了巨大的分裂，包括台湾人目睹像西藏人的悲惨遭遇、维吾尔人的悲惨遭遇，到今天香港人的遭遇，他们对所谓的中国的认同大大的降低。这一点呢，和乌克兰人也很像哦。乌克兰的民族认同、乌克兰的国家认同和乌克兰的价值认同，也是让乌克兰人越来越不喜欢俄罗斯。所以说连乌克兰的以前的总统叫亚努科维奇，这次著名的亲俄派啊，都逃到了俄罗斯。在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之中呢，普京也打了如意算盘，想扶植一个亚努科维奇做傀儡皇帝，
来给他这次战争弄一点合法性，弄一个遮羞布。在我看来呢，乌克兰的这个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和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是属于同一类人，他们都是属于殖民台湾或者殖民乌克兰的既得利益的代表，他们这些人是绝对不认同台湾的独立，或者也不认同乌克兰的独立，他们是住在乌克兰的俄国人，或者是住在台湾的中国人。虽然台湾跟乌克兰很相似，但是乌克兰是比台湾走得更远一些哦，因为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作为独立国家的文化、经济、社会建构还没完成，历史课本也没有以台湾为主题，还是以中国人的史观在教育台湾人，政治上呢，还要挂着中华民国的招牌，经济上来说呢，更是有一大帮的台湾商人、台湾的企业家与中国的经济深度绑定，造就了类似于香港人的现象哦。有大量的台湾人呢，长期就生活在中国，甚至他们的家属儿女都在中国出生的。经过这30多年来呢，所以说对于台湾来说呢，就形成了两个巨大的不同的价值体系，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形成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认同感的人。而议员作为他们的民意代表，在有着巨大的认知差异、不一样的认同价值体系之下呢，自然就会在议会里面打架。那么我且不说台湾未来会如何发展哦，我只说今天当下此时此刻，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说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当你是台湾人的时候，对于中国人你才最有价值，当你不是台湾人，你是中国人的时候，那么你们还有什么价值呢？难道你们看不到香港人的下场，看不到西藏人的下场，看不到新疆维吾尔人的下场吗？所以说，无论从价值还是从现实政治的意义上来说，台湾当然要独立于中国，当然要和中国不一样，文化、价值体系、法律，尤其是在文化方面能够划清界限，政治上划清界限，这样呢，对于台湾来说，即使从利益角度上来说，也是利益最大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的说，像马英九就是亚努科维奇的原因。这些所谓的亲华派、中华民族派、中国人派，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政治上来说完全是一种自杀性的行为。节目的最后呢，007在祝福台湾人，祝福福尔摩沙的新总统赖清德先生。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自由发声，我们下次再见。